雷克萨斯 GS300H 日前获得德国计程车运输行业的肯定，并获颁年度风云计程车奖项，而这也是继两年前获奖之后 GS 车企再次获得德国计程车主们的青睐。本次评比由德国境内40家计程车运输公司参与，并就入选的12个品牌共21款计程车车型在功能性、车型形式与驾乘感受等方面进行广泛实测，之后就盈利效能、机能性、舒适性与情感面等四大基准类别进行深入评测。而雷克萨斯 GS300H 以平均分数 1.72 分与情感面类别独占鳌头，并获颁年度风云计程车的奖项。现行款小改款雷克萨斯 GS300H 车型以非常低的平均油耗数据和非常低的排碳值的节能减碳效益深受青睐，其创新的全混合动力传动系统以一具 2.5 升四缸汽油引擎搭配一具电动马达与电子无段变速系统所构成，其油电复合系统的综效输出则可达223匹。